放眼望去，高雄爱河满满各式各样游艇帆船，民众不仅可搭乘享受游艇之乐，还可以在一旁玩水上游戏。疫情期间，游艇商机更加蓬勃发展。一旁格局方正，类似海上停车格的设计，就是游艇码头停泊船只的位置。有别于过往船主的游艇或帆船必须得停泊在渔港的酒径，透过游艇码头专人分工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分流，而且在维护或者看顾上面显得更有效率。服务管理上面不只有码头，那包含还有码头相关的一些资讯，我们也都会把它汇整，希望把这些包含到浮动码头，包含到这个岸水岸电这些智慧的一些水电装，把它国产化这样子。位在高雄的游艇码头，2022年8月完工，打造87个游艇泊位，其中最高可以停放140尺的豪华游艇。业者表示，高雄拥有造船业、港口跟都会优势，游艇产业产值占全台游艇产值超过80%，更让台湾在全球游艇产值排名高居第四名。我们在这个我们第三座的一个码头，我们就是跟英国的一个系统商去合作，那我们把它带到，就是帮我们的水电岸水岸电柱就已经变成是智慧化。那所以像现在我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船主，他只需要拿他的手机下载 APP， 知道说他的这个船舶用了多少水多少电，然后他多少计费，那甚至连支付都只可以直接从 APP 上面用电子支付方式就把它付掉了。高雄游艇码头是最新形态的智慧设计，透过 5G 系统作业，让管理上更加省力。然而其中最大的关键是这项特殊的新型设计。有别于过去的方式，现在呢，这个码头采取的是智慧化的经营。透过这样的智慧水电桩，可以完整的记录水跟电的用法，也让整个码头的管理更有效率。Green Limited, based in the UK, commenced operations in 1963 and boasts over 58 years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marina pontoon systems. Walcon has installed an incredible 120,000 plus berths worldwide, and in this time, with distribution covering a large majo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Not only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is the world's top yacht marina brand. 眼前的这项设施，未来将设计成 5G 智慧云端水电桩。过去游艇或帆船停泊，相关的水电数据都必须要透过人工土法炼钢的方式手动抄写记录，但未来透过 5G 技术，直接用大数据资料记录每一项游艇的数据，类似一本完善的健康履历，从进出码头停泊到出港，每一项细节都能掌握。坐落在爱尔旁的游艇会所呢，在八月初落成，可以提供近百位的会员操作休息，也是目前全台湾最大的游艇会所中心，让很多人可以来这边一睹为快。走进码头旁崭新设备环境，标榜全台第一大的游艇会员中心，除了可以让会员休息之外，相关的包括游艇课程教育训练等等，估计将可以创造出70个就业机会，引进更多游艇周边商机。高雄爱河盼望能够打造出类似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都会港湾城市，利用土地开发公司让高雄市政府跟台湾港务公司合作，那也把这一些不管在外面国外的一些建设的公司游艇的业者把它吸引进来，来这边开发，它可以当成是游艇的旅店，让国外的游艇能够想要到高雄来。湛蓝天空，视野宽广，眼前的是台南安平游艇码头，2019年62个泊位已经完工，未来随着建设案进行，最多可以逼近200多个泊位。2020年底，安平游艇城第二期水岸度假村也已开工，预计2023年正式落成，主打户户面海，家门口可以停泊一游艇、一帆船的豪华别墅，有望掀起一波游艇度假风潮。因为澎湖有90个小岛，最适合做跳岛旅游。但是你没有一个母港的话呢？你没有一个主要的港，那所有的游艇去那边没有办法补给嘛，供水、供电、供油，那你就没有办法到各个小岛去跳岛，所以我们第二码头就做到这个澎湖，那第三个码头再回到台南，哦，这刚好台南这个案子要招标哈，我们就来做台南，那这个码头就引进法国的码头，做得很漂亮，供水、供电，而且是95%环保，而且还可以置换码头，可以用50年。
结合台南、高雄以及澎湖三个码头优势，盼望逐步打开游艇观光板块。加上疫情期间无法出国，搭游艇前往离岛，未出国成了民众首选。业者表示，以单日行程最受欢迎，包含相关包套行程，小到家庭、大至团体的方案都有，整体相关商机逐年稳定成长。那今年呢，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对这种旅游的形态呢，也做了一些改变。从原来的这种走马看花的行程呢，也变成了这种定点式的这样的旅游。那尤其呢，游艇旅游呢是一个小众的市场，而且近海接近大自然，一方面呢有益身心健康，一方面呢也维持了这个社交距离。近几年拥有游艇驾照的人口越来越多，截至今年1月底，全台总计有21456人拥有游艇驾照，相较于10年前成长了21倍。游艇数量也从10年前的200多艘到现在已经来到1234艘，成长6倍之多。游艇码头20座上下，但相较于日韩仍旧有极大落差。日本登记游艇数就高达16万多艘，有128座游艇码头，韩国也有3万多艘34座游艇码头。台湾逐年有成长，但还有进步空间。所以旅行有个体户自己的年轻人创业买一艘船，然后就在载客人到小琉球往跑来跑去，在那边赚钱，这个都会变成一个整个部分就变成一个生态系啦，所以它是一个产业，所以我很看好游艇休憩产业，这个产业只要发展起来是非常的庞大。台湾以后会有上万艘的游艇，因为香港就有11000艘，等到台湾有10000艘游艇，这个产业很大。这政府是不是现在就要赶快扶植这些业者，不要让这些业者好像觉得很辛苦，他就不想投资，那台湾永远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游艇休憩产业。新行程、新玩法、新科技，搭配 5G 应用技术，现代化智慧码头问世，游艇商机逐步发酵。 TVA 新闻叶俊宏、蓝明，台南、高雄采访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